到自己喜欢唱的歌曲，然后老师们也很肯教，很有耐心，因为每次有时候上课是一小时嘛，有时候就超过了时间，老师还是很愿意的教我。我们在这三个里面，平常不真的是很用心的在教我啦，因为一开始我是真的是零基础，到最后现在真的是有办法弹完一整首歌，然后平常不真的是做到他不是教。我是在这个课程里面学到自弹自唱，就是从完全不会弹琴到会弹琴，然后有机会给我上台表演哦。